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，你都不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，信心记录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我，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，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，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，信心记录我心中，圣灵在指引我，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，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，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。